你给我打电话了？啊，刚才给人晃你一下。就刚才那个，就这么下来的时候。哇塞，我一下就把他弄倒了。你比他大多少？就把你过来帮压，你看能不能一起压，压到醋溜哥哥。抱住欧文，就往上抱住欧文。就把你搞。欧文你也上，你看看能不能把醋溜哥。欧文，你应该在醋，在酒保那，你俩一起压，看能不能压上。好的，不，那个欧文，你起来，站起来。你这样，然后这么往着坐。对，坐在上面，往上面点。好，这样也只是。你在中间没有用啊，你在后面。欧文，你下去搞那搞那，你看能不能？能高点啊！放地下，不能自己的。你就放那吧，酒保，没有事，你就放那。给你，你怎么称呼啊？给我。这是足球，不要用手。给我。用脚踢。不要用手，说过了。那我拿车怎么弄去？想。行。对，站起来。拽不动。哎呀呀！哦。你们俩休息休息啊，休息休息，然后再玩。放学时候想喝一些。好的，捡完把盖儿冲一下啊，酒保。你过来，我看看你喝多少。转过来，我看看你喝多少。酒保。哎呀呀呀呀呀！慢点喝呀。我熟了，那杆冲一冲，冲一冲。我们三个谁熟？在那一块。在哪？屁股好烫啊！好了，哥们，好好喝，一小口一小口喝。哥哥，张你的哥哥。对吧？啊，快跑！那哥哥要玩。好了，是吧？再拿杆时小心点，别掉地上啊。别把人撞倒了，我们。其实他是大哥哥，我们都是小哥哥。对嘛，那个是小哥哥。你推不动我的，是因为我太重了。你能再推动我吗？你能推动吗？因为我已经35.4斤了。我已经快40斤了。
九宝，那小弟弟哈，你别给碰倒了啊！啊，你别给推倒了啊，九宝。屁股有没有烫的？他在干嘛呀？你们在干嘛呀？你们在干嘛，九宝？九宝，九宝，你们在干嘛？我。九宝，歌神谢，歌神谢，你不要喊了，行吗？你这嗓子好吗？来，我给你压好不好啊？不好，你太重了，会把我给压倒的。是吗？